一些极限因素的影响，将延迟起飞。注意，各位前往中山旅客请注意，我们目前飞机因为有一些极限因素的影响，将延迟起飞。那我们目前还在做全面的检修，请各位再稍候一下。我们确定检修的时间跟需要的时间之后再公布给大家。不好意思，请各位稍候一下，我们稍后会有热餐。对，那如果有需要水的旅客可以先到前面领取。那如果不想要